好多年，我得还睇有一你的睇，我们看一看啊，确认一下我们的 Facebook 是不是有了有？OK，了，啊娘，有了，看到有了了，吗？看到了，耶、我要按 play 呀，干嘛？没关系，怎么说 play？没关系，Yes，大家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啊，OK。Hello，Hello，hello. 大家晚上好！下好。哇，我们今天做了一个很大的尝试，就是把四个人来自不同的州属凝聚在 Zoom。来来来，我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 Amanda，其实来自麻坡，OK，把现在人在甲洞，个蹦 KL。来，接下来我隔壁的这位是谁？在荧幕隔壁的，我是是 Catherine Chair，，OK，yeah。来自你马俊雀来芬，自哪里？巴马生。然后接下芬。来呢？接下来我的下方，我的哦，下嗨，方大是家好，Jaclyn。对，我是 Jaclyn，来自怡保。哇，啊，然后最后一位，大家好，我是 Josephine，来自麻坡。对我们对都是对，个好不一样的地方，真的是不一样的地方，嗯，都可以凝聚在一起。就是因为现在的科技太棒了，让我们不必真出的，门。不必驾车就可以把对。四个不同州属的人，I know KL 跟谁我啊隔壁哦，我们就拉在一起。今天晚上来一个 live 啊，其实大家还没进来之前，是不是被我们上头的一些话术所吸引进来？对对对，其实今天呢是一个很特别、一个很大的尝试，就是把我们四个人这样子做的 live 来探讨一个事项哦。其实这几天啊，我们的 Facebook 啊，甚至是我们的 BE International。很多的领袖各自不断的一直在发布这一段消息，我相信大家应该也看到，我们这四个各自的 Facebook 都有看到这一封叫做 Warning Notice 的一个通知，一个警告通知。OK，其对，实在此呢，我其实要跟大家声明一下，我们四个呢都是一个合格的 BE 直销商，也就是我们有一个 IBO code，OK，我们 individual 每一个人各自都有一个账号，OK，我们是一个。Original ME 是一个合法的，好不好？那重点了，其实大家会不会如果真正有去读一读那一封信的人啊，其实呢，这封信的要带出来的目的呢，是要告诉大家，在市场上就是所谓的第三平台，OK，出现了假版，OK，甚至是大家很常用的 A 货，然后让我们比较正统化的文字就叫它叫赝品的 Shiruto。哇哦！大家是不是吓到？怎么 Shiruto 这么棒的一个产品会在第三平台出现，对不对？当然，对，这一个举动呢，其实公司已经做了报警的备案的一个动作。OK，其实这也是一个不对的行为啦。那其实呢，基于我们是一个合法的直销商，那大家来，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下这一个话题，这个事件，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？真的，这个事情吼，其实买假货真的是很害人的嘞。So，嗯，Shiruto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啦，不可否认，它帮助我们健康啊，就算是有伤口都很快复原。So，这个疫情里面，其实很多人都会买给他的家人，因为他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大的帮助。有 follow 我们一路来的那些 party 就知道它的功效有多么的大。So，很多人都会想要。怎么样都好，买一套放在家里放着，以有备无患呢、啊。这个叫做，可是哦，这个叫孝顺的心态，本来是应该值得赞赏的，但可能呐、啊，嗯，可能呐、啊，他可能是能力有限，也有可能是贪小便宜的心态嗯，作祟，所以他们就会选择在第三平台。他们因为他们看起来啊，真的都嗯，是差不多长一个样子。就算我来，去看，我也是吓到，差不多长一模一样啊。这个，差不对，多，你知道对，这但个是差不多太恐怖了啦。我们在第三平台真的是看不出它哪里不一样的，你懂吗？当然，当然，对肉眼是咯，看不出来的，好不好？所以哦，我们对，这样肉眼看不出来，就这样子买了下来啊。回来的时候，
吃进肚子啊，真的是害人害到有进没有出，真的是很惨咯。有 OK 对对也是对，嗯，就其实很多人就是所谓的贪便宜啦，因为这是一个人的心态，其实就是你通常你一定会对比的，货比三家，这是每个人我觉得去超市都会做的事情。那么你货比三家的时候，你买的时候，哎，这家卖100，那家卖90，便宜很多，再多一家卖80，哎，便宜更多，当然是买80的。那其实只是同样的东西，但是里面的品质不一样的。我们有一个产品是IBBA1 的，然后就在里面。其实我觉得说，如果是仿制品，不可能有这个东西在里面。那么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，当你们买了这个东西的时候，吃进肚子里面，吃的是谁？吃的是你家的大小，你家的老人。那么当他们吃进肚子的时候，会有什么后果？你们会不会知道？会不会担心这个东西？其实，冒牌的东西真的是很严重的，如果是你不小心吃进了肚子，那怎么办？对不对？的确，的确，真的是真拿的，不真出来的哎！的，对大呀、家，大家可能没有想到，真的吃进去，因为就融入我们的血液，那啊，对进入呀、啊。我们的全身，甚至是我们的这里耶！真的太恐怖了，哦，这些人。对对对，对那呀、啊，该对进去呀、啊。有什么看法？对呀，对呀，是真的，是真的。其实，我们作为这个消费者嘛，我们有权利知道哦，产品的内容啊，标签的重要性啊，如果你购买的产品不是通过 BE 公司，而是通过第三方这个channel 哦，购买这些冒牌产品的话哦。如果服用时间长的话，也可能会导致到我们的肾脏哦，会有负担呐、啊，知道吗？大家知道哦。那是我想的，用一个例子来分享一个小小的我的自己的看法吧。我就拿我们的哪个汽车的大灯来做讲讲哦。如果不是原装的话啦，当下雨的时候哈、啊，大灯可能会进水。而且哦，没有那么的亮哦，你看不到路，你懂吗？而原装的呢，就没有这种问题。然后呢，它这个价格也是会有特别的点便宜啦哦。所以，就我想描述的就是说，如果大家不是在 BE 公司购买这个产品的话呢，当你长期服用，如果没有那么幸运的话，可能哦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肾脏啊衰什么啊衰衰弱竭，啊，或是衰竭啊，或是严对重对的对，话哦，会可能会需要一笔钱来做一些不大好，我手们讲术，不好的医治这个肝脏，而且也会有用的一些钱，可以找不到适合自己的一些肝脏哦，知道吗？对所对以对。对我觉得一定要看好来哦，先选择的产品很重要的咯，在我自己的感觉，其真实其实，的，好啊好啊，我的大概我的讲解啊，分享是在到这边了，那么 Amanda，你还有什么要再加的吗？其实大家刚才听完过，是不是吓到？为什么要移植肾脏、移植肝脏、移植内脏的？因为真的这些吃了不对的东西进去啊，第一。其实大家真的是要醒觉，不是一个产品的贵重而已。我们的肝脏、我们的内脏、我们的器官其实是无价。大家有没有想过，可能给你找到适合的，不过当移植进去的时候，你的里面的 organ 里面的那些细胞排斥，医生是需要帮你拿掉的。然后那个时候不是钱的问题，那个时候是有钱也买不到啦。买不到健对康对啊，对呀，对，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去做这种举动，因为真的很不成熟。就像刚才哦，大家也听到 Jaclyn 所讲的孝心啦、孝顺啦，我们要做一个孝顺的。那当然，孝顺当然我们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小孩啦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要孝顺，但是希望家里的每一个人健健康康啊，
那我们就基于原因便宜，然后在不是正确的地方买了这个所谓的很好的产品 OK， 比如打个比方 Shiruto 就好，你应该要在 BE International 或者甚至是拥有 IPO 号码哦 IBO 号码的一个会员的身上购买的，那个你一定品质保证，因为会有 original 的单，对不对？对。而且啊，你在这个原本公司的网站购买哦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，公司呢会用最好保护产品的方法来帮你包装，当你收到产品的时候就不用怕你的产品有碰到撞到的问题。再来再来嘞，就是公司绝对会发 invoice 跟 DO 给你的，还有你的 email 也会收到 confirmation email， 是不是让人家觉得安心很多？我们在第三方平台买的时候，只除非是第三方平台给我们的信息，可是跟产品有关的信息真的是没有耶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注册了 IBO 还有一个很好很方便的地方，只要你有 IBO 户口会员的户口，不管你在世界各地你都可以下单，真的是 super 方便啊。所以这个安心的问题绝对是我们食品安全的最大隐患。也是说的真，我相信这个应该说到大家的心里了吧，买东西要买的心安，然后要用的安心。对。是不是我在咬字咬咬在搞绕口令？你在念那个什么吗？安心心安。说实在，这的确，我们为什么要去买一个保健品？因为以目前的状况，我们觉得我们要提高我们的免疫系统。那当然了，啊，我们都知道雪罗豆真的是很棒的一个产品，因为能够激活 OK 激活我们的巨噬细胞。那当然真的一定要从事跟正规广道来购买啦。当然第一一定要做这一个明智的消费者，就像刚才 Catherine 带出来的，然后再来找一个有责任的推荐人，就像刚才 Jaclyn 也讲了，称为一个 IBO 你就有户口，所有保障都在里头。你真的别担心说收到的是赝品，收到的怎么这个赫兹这样，怎么那个东西是那样，公司都会给予合理的解释，如果说你收到这样子的物品好不好。那当然啦，加入 IBO 其实就像刚才 Jaclyn 所说，很简单，也很低的成本就可以，很低的门槛就可以成为会员，好不好？那说到这里，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？就比如大家有没有在第三平台一些经验？我想听听大家有没有一些这样子的经验，第三平台买东西。有嘞。哦，你买些什么？我们女人应该都会时常都买的，我跟你说。这是时常。但是有一样我绝对不会在第三方平台买，就是有品牌的产品。原本哦，想说哦，一些比较零碎的东西，小东西呢可以在第三方平台买，看起来是看起来好像很 OK 哈，还可以。结果我买到回来哦，这个function不行，那个function不能用，再不然这个边边角角爆了。Oh my god， 我不知道怎么要怎么办好。然后你们有没有找回那个卖家？那个卖家就会告诉你哦，这个东西哦，他可能是在出去的时候啊，给那些 courier service 撞到啊，丢到啊，还是怎么样？你要追究谁？然后就是没有了，也没有下文给你就对了，你就只能花钱买经验的了，是不是 Josephine？对呀，像我那天也是买一个摩托，就是想在家 MCO 嘛，帮给孩子游泳池啊，可以游泳。OK。结果收到摩托一帮烧焦了，不能用，不能退，什么都不行，孩子也没有得玩。大家有没有听到重点？烧掉，真的。烧焦。我要怎么办？都没有办法退的这个东西。它的就是。价钱是还好，那么就是方便嘛，我们就是上网买，然后买了回来得到一个这样的东西，哎呀，都不懂要怎么说。在我听来，我反而觉得是另外一个讯息，大家竟然讲到这样的东西，因为真的，它应该没有经过正规的检测哦，因为电流不稳定哦，
对，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东西如果是老人家用的话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就像你如果 是晚上用怎么办？你买了假的许多怎么办？你吃了本来是要保健的，结果把自己送进医院怎么办？不行不行，真的不行。Catherine 有没有 experience？ 有，我常常。我的经验是够糟糕啊！跟你说，我是个很当面的嘛，我就是那种当面 online 买东西的，我买鞋啊，买这些烘焙的东西，我都买到烂的东西回来的。然后我没有 experience， 我跟你说，我常常就是我几次啊，我到现在就没有信心再买了。我试过很多次，所以我比较怕，我是真的试了很多次。找不到人、打电话去我找不到，问不到，没有退，然后呢买回来不能用不能穿、啊、所以这种实在是、真正要看清楚，所以刚才我都说了真的要看清楚、啊、不要开玩笑，要看清楚。哇、在镜头前的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三位的分享的经验、啊、说实在 我真的是一个很你有吗？我还是很传统，我在本地真的没有在网上，因为我觉得好怪哦。不是我，你别这么说，等一下有人会说我是恐龙、欸、你拿 smartphone 你不买？不是，因为我为什么？我第一觉得 OK， 这些第三平台哦，我还是觉得我还是去回那一家网站看得到那一家商家的自己的网站。OK， 第一，比如说我买电器，好不好？OK， 不论是冷气啊风扇什么的，我去回那一些我很熟悉大家都很知道很有知名度，甚至他们就是那种专销商， OK， 我去找他们买，因为可能是会像你们所说价钱高一点，不过我真的用了安心 OK， 安全，对、安全，然后又保家，所以、我真的不会在这些第三平台买东西，抱歉第三平台要 complain 我也是这样说，我真的没有，因为我觉得哦，第三平台他们的门槛很糟糕，他很低，基本上应该没有门槛吧？我觉得没有门槛，是谁都可以丢下去买。我都不知道，因为我真的没有这样子的经验，所以变成有苦自己知道，有苦自己承受。那说实在哦，在镜头前大家有听到的，我希望大家真的把这三位哦 ，Jaclyn、Catherine 跟Josephine 的经验真的要牢牢吸取，因为真的为什么要找一个正统的 IBO， 因为我们一定会给予售后服务，你一定找到人 OK， 你不会说电话打了不接，不会，绝对不会，因为我们身为一个 IBO 在 BE 我们都有经过培训 OK， 我们都有经过上课，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做道德 OK、个人的社会责任我们也知道 OK， 我们每讲的每一句话，现在所分享的每一样东西，我们都要对我们所说的话负责 OK， 对，所以当然这一个负责也会不只是自己，同时是在家里也同会造成一个社会，这是一个风气，好不好？真的很希望，因为在 BE 的每一个 BN 我们都秉持着这个手册，我们真的受过一系列的教导 OK， 我们都不会乱来，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的责任是什么、哦、所以当然我们把东西介绍了出去，教了给朋友如何使用，我们都会给予正确的 OK， 怎么样吃怎么样的用什么怎样穿，好不好、哦、所以大家都可以很安心，真的一定要找，一定要找有责任 I mean IBO 吧，真的要找 IBO， 真的不是开玩笑。那说到这里哦，大家听完这一番话啦，说实在 会有一点大家都蛮忧心的，说实在因为毕竟真的吃进肚子不能开玩笑，真的不能开玩笑，我还是那一句啦，相信说听完这一些我们今天的 live， 大家心中都会有一把尺，大家知道那把尺要干什么对不对？就是量嘛、对，那你那个量，你要量对方的良心有多好多大呢，还是要量我们 IBO 的良心？我们真的是秉持着这一个理念呐、啊。那在接下来，我们三位朋友有没有什么一些话想做一个大总结？我要总结的就是，
支持正版真的很重要，不要说今天的 Shiruto， 只要是有品牌的东西用在我们身上任何一个部位东西，正版真的很重要，你要去买，尤其是 Shiruto 是进肚子里面的，记得要找合格的经销商，不一定是我们四个啦，可能你身边也有啦，因为反正一定要合格，非常的重要，是是真的。对，来，那么就记得不要说为了，就是你其实是一番孝心，真的想买给父母买给孩子，为了他们好，那是会造成他们的负担，让他们不小心进了医院，所以真的是很重要，正品真的很重要，不要买假的，不要买盗版的，要买正品哦。嗯，好，我这边呢就是呼吁说，我自己的看法是保护自己的家人，保护自己，向盗版 say no 啊 ，OK？ Say no， say no。那我就来一个大总结给大家好了。其实呢，在此啦，我们四个真的很真心，希望在镜头前，甚至是过后看着我们 live 的朋友们，真的别再让那些没有良心的商家，哦，利用了你们的孝心跟你们的爱心。因为你们的孝心跟爱心其实是无价的，不过对在他们眼里，你们是有一个价格，就被了这个徐若多的价格而对等了，所以不要再继续成就他们的银行户口。你不要这样激动，真的不要激动，你不小心拉到我的这一条 line， 不好意思，真的真的真的不要再这样，真的是继续支持正版啦。OK， 正确的管道来买徐若多，支持正版。来，徐若多是这样子，这样子哦。哎，对的，好，那我们今天的 live 就到这里啦，就到这边啦。对呀，啊，大家也可以 PM 我们哦。对，记得 DM 我们。我们是个，是的，好，来，晚安。